六十个春秋，便走完了这段忙忙碌碌的一生。远离家门不带回头，匆匆忙忙去赶那段永恒的天路历程。带灵巧的双手也不会把门扣动，带忙碌的心也不能睁开眼睛，带开心的事情也不能笑了，天大的难事也不管了，双手一摊佛袖而去，从来没有的潇洒，从来没有的从容。夕阳已沉，漆黑的夜，不知有没有星星。眺望远处弯曲的小路，不知是否坎坷泥泞。乘着无人的时辰去寻找那块净土，清清淡淡的享受祥和安宁。再也用不着阵阵处处走来走去，只需坐在天堂的一隅，捧着福音书，沐着阳光，轻轻松松，自由自在，聆听着来自天使的歌声。